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感谢主。我曾经讲，安息日学是一个圣经的学校，又是一个救人的一个机关，也是一个团契的一个很好的场合。尽管我们今天疫情还没有过去，或者不能都聚集在教会，或者有一部分人在，但我们在网上或者家里或者在教会，我们都可以借着安息日学能够更多的明白主的话语，也更多的亲近主，而且能够彼此相交。感谢主。那么大家是不是记得我们这一季度学习什么？学习希伯来书，对不对？希伯来书。那么希伯来书再怎么样，在圣经里面它的一个位置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上次讲过了，但是学科的作者也很有意思的，就说就在这末世，希伯来书的信息不是单单给2000年前的这个希伯来人，也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末世的人的。他传了很重要的信息啊。好了，我不是考大家，我们记得上个季度学习什么？没有忘记吧？旧约的什么？摩西五经的生命记、创出、立民、生命记。但他学科也作者说，生命记跟怎么样？跟现代的信息，这非常重要，是吧？我们学习圣经，既要回到圣经的原来，但是也要配合着现在。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学习希伯来书啊，这是就在这末世，希伯来书要给我们一些信息啊，不单单是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说今天已经来到第三课啊，第一课讲给希伯来人和我们的书信，就是学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上次呢我们学习了第二课希伯来书的信息，可以说从第一章一直到希伯来书共几章啊？13章。对的，差不多总体的讲了一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各方面面，对不对？那么大家可能记得耶稣基督是什么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捍卫者，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最后当然学科作者提醒我们，希伯来书10章到13章以后，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有这样一位，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他，不要动摇，不要在试探逼迫内忧外患下我们的信仰就动摇了，对不对？我们应当怎么样？不要随流失去，我们应当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应当要效学那些信心的先贤先祖，他们一直有信心坚持到底，而不要怎么样退后会进入成人的啊。而且我们要忍耐，不要以为上帝单言，其实上帝不是单言，乃是会宽容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尤其在幕后要防备金钱的诱惑啊，色情的诱惑。这希伯来书当时保罗特别提醒的，同样对今天也是如此。好了，我简单的温习一下
啊，我们知道温习有的时候很重要，对不对？哎，可以温习就能够有新的领会。好了，今天讲第三课，第三课题目是耶稣应许之子，应许之子。我觉得这课是比较深的，对不对？我自己学了，哎呀，我知道怎么讲比较好，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个学课仔细的看看，尤其他列出了很多很多的章节。我们因为今天不在一个小组或者不在一个地方，很难每一个章节都翻。我希望弟兄姐妹来到安息学之前已经把学课看过啊，看一遍不够，我有的时候看两遍三遍，对吧？而且把其中的章节呢最好都能够翻一翻。今天的章节是比较多了，对不对？我们不可能逐一的翻，但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了解。好了，讲耶稣是应许之子，应许之子。那么我们在二十六面学课第二十六面怎么讲啊？我们先把存心节再读一次好不好？存心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啊，这里说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又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那么学科的作者说，对不对？如果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最美的一句话。整个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就是一句话，但是呢从修辞学的角度讲，它是一个最美的。为什么呢？它涵盖的非常的多，各方面的内容和信息啊。那么首先因为今天讲耶稣是应许之子，我们可能说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已经讲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的永生啊。我们背得很熟，记得很清楚，不错，这也是重要的一节，讲到耶稣是在这里成为上帝的独生子。那么但是最早的应许是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首先怎么样？首先就是害怕，第二就是逃躲，第三就是掩饰自己的自身肉体，第四就是推诿啊，这是所有人犯罪的一个心理状态和所有的一种举动。但是上帝亲自来找亚当夏娃，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对不对？而且怎么样，可以说给了亚当夏娃，其实也是今天给了世界，给了你，给了我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最概括的一个预言。哪里啊？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啊，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尽管我们很多人都会背，但是我们啊有机会的，如果有圣经的，我们打开好不好？我们再读一次第三章十五节，说上帝当作蛇的面，他说我又要叫你，就是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注意下面，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哎呀，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是一个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概述，把几千年的历史都概括在里面，对不对？蛇要跟女人为仇，这个女人还不单单是指着夏娃啊，也不单单指着怎么样啊，以后他的后代，而是指着教会，而教会的元首就谁呢？耶稣基督。所以下面说，你的后裔，撒旦也有他的喽啰，也有他的党徒，对不对？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我们如果读教会的历史，大家不要忘记，先要读旧约，旧约很多历史啊。来到了新约的时候，教会的历史你读一读，真的是彼此为仇，撒旦不断的攻击上帝的百姓，攻击教会，攻击基督徒，彼此为仇，打打。固然从天上就有了征战，但在地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一直是打，就像波斯的这个拜火教说，光明跟黑暗一直斗斗斗，没完没了的斗，没结果嘛，那这样也很令人沮丧，令人灰心的。但不，好吧，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打打打打到后来怎么样，结局这里已经宣布了，怎么样？女人的后裔要伤你蛇的头，打蛇打在七寸，而且圣经里面讲要打破那个恶人家长的头，就撒旦的头，给他一个致命的一击。但是呢，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要被你咬伤，你躲在背后怂恿人攻击教会，尤其是攻击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和重要啊，宝贵和重要。那么这个首先这个学科的作者引证了一段啊话，预言之灵的话，他说亚当和夏娃初次听到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上帝在蛇在撒旦魔鬼面前所宣告的，初次听到应许就期望他快快的实现。夫妇两个人对他们的长子，就谁呢？该隐，非常喜爱，指望他或者就是那要来的拯救者。可是这个应许的实现迟延了，当该隐长大的时候不像啊，非但不像他们期望的上帝所应许的要来的救主，要打伤蛇的头，相反该隐就是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的头反而是被撒旦占据了，他思想里面充满了骄傲、嫉妒、仇恨，他不是打伤了魔鬼撒旦的头，相反他是打伤了，是打死了比他更好的弟弟亚伯。亚伯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献祭的时候我必须要借着祭牲的血能够代替我，但该隐就不满，你有什么哇？所以就怎么样，最后这故事大家熟了，他就杀害了他比他有益的兄弟亚伯。那么这是一个作为父母看到的，他们非但是失望
甚至是痛苦，因为该隐非但不是要来的拯救者，相反是一个蛇的后裔，可以说啊，蛇的党徒，蛇的喽啰啊，善恶之争就在这里展示了，展示了，一代一代，亚当夏娃都活了900几岁，他看到这世界有许许多多善恶斗争的一个现实的情况，总归是恶先发起战争。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最初的应许，他们也可能失望失望再失望，甚至有绝望的可能。但是没有，他们在上帝的宣告，上帝的应许里面说，将来女人的后裔，对不对？不是该隐，亚伯已经被杀了，甚至还不是赛特，就是代替亚伯那一步。上帝启示他们要忍耐，要耐心等候，因为有一位上帝的儿子要来，要成为拯救者，要成为捍卫者，要成为得胜撒旦的那一位啊，也将会成为一个勇士的君王。那么这非常有意思，好吧。那么好了，这里面学科的作者说，这个应许后来向亚伯拉罕怎么样确认了，上帝向他启示说，他要有一个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因他而得福。亚伯拉罕虽然本来没有儿子，后来上帝应许他有了一个儿子，上帝说不是以实玛利，就是由夏家所生的，是由撒拉所生的以撒，但从更深的含义也不是以撒，因为以撒固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使人喜欢的啊，而且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但以撒也有人性的软弱，也有缺点。后来上帝又向大卫，对吧，大卫立约，向大卫应许说，他的儿子要成为上帝的儿子，并且成为世上最公义的君王。那么这个应许大卫有没有完全看到？哎呀，大卫开始很高兴，是吧，他的儿子所罗门年轻的时候谦卑，是吧，纯洁，上帝向他显现。但后来呢，大卫可能没有完全看到的，但是总之怎么样呢，不像是上帝所应许的一位拯救者。那么大卫难道失望了吗？难道上帝没有实行他立约的一个应许？不，属灵的眼光看到将来还有一位啊，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好了，那么而且你看亚伯拉和大卫啊，可能都没有等到亲眼看到这应许。哎呀，后来我们现在就知道，原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大卫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怎么样救赎者，竟然是上帝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啊，三一真神的一位。好了，我们看27面，就在这末世，因为今天着重就是学习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对不对？就在这末世，接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下面一天一天都是讲下去啊，而且
他是创造诸世界的，也是成就万有的。而这一位又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这一周的学课主要就是学习这一段圣经啊。那么就在这末世，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我们本会人可能一问什么是末世啊？啊，1260年结束的时候，就公元1798年了。那有的就说不，还要晚一点，就是2300日圣者就必写信。但以理书第8章14节，就是说公元1840年。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末世其实不是。上次我已经讲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就开始末世，彼得是这样讲，保罗也这样讲，约翰也这样讲，这三个最著名的和最重要的使徒怎么样都是这样讲，对不对？约翰就说怎么样，圣经讲到末世的时候必有敌基督的要来，约翰就说现在已经有了，而且已经来了。约翰前面，彼得也讲，到末世头人必要讥诮，啊，哎呀，洪水到现在不是一样吗？啊，也讥诮基督复临。保罗在这里，希伯来书就在这末世晓谕我们，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旧约圣经是上帝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教导我们，传道给我们，并且用神迹奇事印证了上帝的，加强了这个应许。那么今天学课作者也特别再提到，就说怎么样，圣经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含义来表达这个啊，先知有的时候用日后，或者说末后日子，或者说耶和华的大日，这是一种讲法，那么第二种讲法呢，就是尤其但以理啊用的更多的，在但以理书第8章第12章就讲到，指着末时，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啊，知识就必增长等等。末时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对不对？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已经为我们受难，已经复活，已经升天。那么今天什么时候呢？今天是末世的最后阶段，对不对？因为再下一步就是基督复临了，就是救赎计划的最后的高潮要实现了。那么这个从圣经，从我们的现在这样的一种推理都是很清楚啊。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一点，要记得这一点，好吧？这也徐克啊也很有意思的，从属灵的眼光讲呢，怎么样，上帝已经在实现他的应许，不过这个应许还是开始，就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希伯来书11章也讲，这些先贤啊，包括挪亚，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怎么样，从远处望见，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哇，这是第一步，这第一步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了，还没有完完全全，要到基督复临的时候，这先祖才能够看到他们的应许怎么样完全的实现。所以他们是凭着信心从远处望见，但他们欢喜迎接，欢喜迎接。
耶稣在说啊，因为耶稣有一次讲，犹太就说，我们看你还不到五十岁，耶稣为我们怎么样，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没有加行美容，甚至比世人更加枯槁啊，更加憔悴。所以耶稣照理才三十岁出头，犹太看他你还不到五十岁啊，把他看老了。你说居然亚伯拉罕也看见你吗？因为耶稣说亚伯拉罕看见我日子就欢喜。耶稣怎么回答？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因为耶稣的先诚，耶稣的神性，耶稣道成肉身没有错，来到世界的时候是带着肉体，带着人的形象，但他是道，是上帝，对吧？所以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应许，在属灵的启示下，他看见了耶稣基督啊，看见耶稣基督。那么学科的作者啊，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他来代替了我们，因为他是上帝儿子，他来代替我们。我们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也是上帝儿子，但是固然圣经应许怎么样，基督徒如果基督还没有复临，还会遇到生离死别。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今天可能你我一些亲人都已经安睡了，还没有复活，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应许说，对不对？耶稣基督念念不忘的，他再来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应许最终完全实现的时候，他先要叫醒那些在他里面安睡的人。帖撒罗尼迦书第四章，大家可以读一读最后一段，而且保罗说你们要这些话互相的安慰，互相的勉励。但学科的作者就说，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因为他已经复活，他成为出手之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圣经还讲怎么样，上帝应许他的子民将来要得国。那么耶稣在世界上不愿意做王，他不愿意啊得到世界的国度，世界的王是撒旦，他来是要打败撒旦，打败世界的王。怎么样呢？他的得胜就是你我的得胜。而且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意思掌王权。那么我们在他里面也是如此，那与基督一同受苦，也不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与他同死，也不与他同活。而且在启示录第三章讲，对老底下教会讲，凡是得胜的，凡是他叩门，我们打开心门，把我们的生活生命都是以他为中心，以他为王的，他要进来与我们一同坐席，啊，正像他得了圣，与天父坐在上帝右边一样。所以学科作者一说，今天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以他的复活代表我们将来的复活，以他已经升在至高者高天之上，上帝右边，就是说明我们在他里面也会这样。那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那么重要的就是说，你我今天有没有真的重生？我们已是有复活的盼望，已是有个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对不对？
这是一个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已经得胜，已经打破撒旦的头，给他致命的一切，耶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但今天你我有没有在心中以基督为王？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所去的、所买的、所吃的，有没有以基督为王，听遵他的吩咐？还是我们在谋求策划啊，甚至于苦苦的要建造自己的小王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叙课，第一要感谢主啊，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已经得胜，已经为王。但今天你我有没有重生，有所复活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以基督为王啊？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以人为王，甚至以自己为王？好了，我们再看28面，这里说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过去都是藉着怎么样，先知，新约的时候藉着使徒，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是藉着他自己晓谕我们，而这些使徒呢，无非是看见他、听见他、与他交往的，再把他们所见、所闻、所领受的，再传给后代的人，直到今天传给了我们。但最重要的就是说，藉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怎么了？这是最近亲切的。不，我上次也讲过了，对不对？我们不要用人的概念，这个一种世俗的概念，或者甚至这个物质的形体来看耶稣基督，没有错。耶稣基督固然道成肉身，有肉体的这个样子，有人的身体，但我们千万不要把父啊、子啊这个概念完全是像人的父亲儿子。但是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呢？因为圣经用是给人读的，而用人的言语、用人的感情、用人能够明白的话，使得我们能够得到益处。我再强调这一次，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要，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是最后的一个启示，是最高的启示。我们做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给人那个顶峰，耶稣来到世界就告诉我们上帝是如何的圣洁，如何的公义，如何的慈爱，如何的爱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啊，非但他说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就是旧约圣经，而且他说你们听见古人说啊，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样。你们听见古人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怎么怎么。你们听见古人说啊，不要歧视，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耶稣基督是上帝启示的顶峰，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根本认识。有的宗教认为耶稣也是先知，不过不是像我们的大先知，是吧？到了今天我必须要提一提，对不对？就说现在有一个其实是旁门左道，甚至异端，以前叫东方闪电，现在叫全能神。讲的话简直是说，他说2000年前的基督是男的，现在的基督呢是女的，在某某地方某某人，这个简直是非常的危险啊！而且哇，你如果看微信，现在很多很多啊，还有一些人就说上帝启示了他啊，如何讲什么？
圣经已经留给了世界，留给了你我。耶稣基督已经来把上帝的最高的启示带给了我们，这点我必须强调一下，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注意这问题，好吧？好了，大家有机会能够看到，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他是上帝，但是为了救我们，他必须道成肉身。我已经讲过，他不道成肉身，我们人不敢接近上帝，正像我们不敢直接看太阳一样。上帝太圣洁，我们太软弱，甚至太污秽。如果耶稣基督不道成肉身，上帝是不会死的。耶稣基督只有成为人，才能够为我们牺牲，才能够以死胜死，才能够救我们，遮盖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如果不道成肉身，就不能够更加的与我们同行共语，知道这个世界的苦难，知道我们。所以圣经讲他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他懂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疲劳，甚至什么叫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都看到听到，甚至自己有的时候受到。所以所有这些都是救赎的需要，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都是为救赎需要。当然将来再来更是我们所期望所盼望的，毫无问题。那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点非常注意，对不对？我们教会当中有一派人吧，他就说一切回到十字架，他们几乎不提基督复临。那么十字架重要不？很重要，很重要。我的回应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如果基督教没有十字架，要回到十字架，在他面前认罪悔改重生，在他面前称颂感谢赞美上帝的爱。但如果有了十字架呢，我们不能永远回顾，我们应该展望，我们应当像耶稣所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我们要往前走，一直走到基督复临救赎计划的最后的一个高潮和完成，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既有那些异端假道，也有一些教会，甚至是说我们教会的人在传这个片面的道理，片面的真理。我再说十字架很重要，我们应当高举十字架，应当多讲基督为我们的牺牲，但我们不能老是回顾。我们有了十字架，我们要前进，要前进，对不对？所以我想趁机讲一讲，好了，这里说，接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对吧？如果有人讲的东西超越基督，啊，那非常危险。如果你读这个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等等，我们知道约翰写这书信差不多第一世纪的结束了，对不对？开始怎么样，使徒一个个安睡了，
异端开始进入了，对不对？这个早期的知识派主义也已经来了，对不对？因为早期的知识派主义认为物质都是不能，都是罪的，所以耶稣基督不可能带着肉体肉身来到这世界，因为凡是有肉体有物质的都是罪的，这是知识派 Gnosticism 他们所强调的。所以约翰就说，凡是不认耶稣基督成的肉身来就得基督的，约翰耶稣讲，对吧？上帝明明讲末世必有敌基督来，他现在已经有了，已经来了，所以刚刚也印证末世已经开始了。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约翰告诉我们，好吧，要谨防这敌基督。敌基督呢，这个字在英文的 Antichrist， 对吧？这个字从希腊文 Anti 就是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敌挡，还有意思代替，代替。如果今天有些人他讲的他要代替基督，那就是敌基督。有些人啊，就像啊，2000年前的基督是男的，现在是一个女的等等，这就是危险，这就是应验的圣经所讲，对不对？哪怕他有的时候讲的是根据圣经，但这些上是根本是偏离的圣经。等等，如果只讲基督的十字架，不讲基督的复活，有问题；如果只讲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不讲基督的复临，有问题。不是圣经的全备的真理，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已经是最高的启示，最完全的启示。所以任何人代替他、越过他，都是怎么样？都是危险，都是旁门左道。好吧，我想强调这一点。那么好了，这个我们再看这个29面啊。我想刚刚讲的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今天还在世界上生活，很多的领域还是撒旦在做王，但是就在出埃及的路程当中，上帝怎么样？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哦，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啊，以色列十次的啊试探上帝等等。上帝后来叫摩西安睡了，当然为他的尸首，啊，米迦勒与撒旦争辩，摩西复活，这我们已经讲过了，以前讲过。那么，这在上一季度讲生命记录讲，对吧？那么后来上帝就拣选一个摩西的帮手，今天在接班人约书亚。一拣选他的就说，你不要惊慌，你如果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你不要惊慌。而约书亚再说，约书亚这名字就是跟耶稣的名字一个意思，救主的意思，救主的意思。因为最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上帝应许的迦南地，流那雨，象征着天国，对不对？他对约书亚，你不要惊慌，因为相对讲，约书亚年纪比较轻，对不对？摩西是120岁才离开世界，约书亚相对讲比较年轻，但他说，你不要惧怕，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与你同在。这是一个应许。后来上帝说，你要拿下前面的耶利哥。哇，耶利哥是当时一座大城市，是吧？很坚固的堡垒啊。约书亚记第五章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在面对着这个任务使命，面对着这个在他面前出现的耶利哥要他拿下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有个人，有一个拿着刀站在他面前。哦，约书亚也是一个战士，一个将领，他就马上警惕，他说，你来到底是帮助
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别人的，他不能分辨。约书亚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大家有记得，谁知道这个人，他不说我是来帮助你的，也更加当然不说我来帮助你敌人的。如果帮助你的敌人的，那约书亚可能要跟他打了。约书亚面对的前面这一个手里拿着刀的，那刀也代表着权柄政治，他说我是来做元帅的，我是来做你们的元帅的。约书亚一听马上俯伏在地说，主啊，有什么吩咐仆人的，请讲。这段也很有意思，对不对？这段很有意思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位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所应许要打败撒旦的，是我们的捍卫者，是我们的引导者，是我们的领袖。所以今天不论在解经上，在处理教会的事务上，都以他尊基督为首为元首。所以原来我讲啊，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传道人说，因为他看见区会的会长，哎，我们的首长要来了。我后来觉得说，教会没有首长，首长就耶稣，耶稣就教会的元首，对不对？不要以地上一个区会会长、联会会长、总会会长就首长，没有。这里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元首，要带领我们能够打倒撒旦，要夺下耶利哥。其实耶利哥每天走一圈，到第七天空难就倒下了啊！这故事我想提一提。好了，二十九面，上帝怎么样呢？耶稣基督，而且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上帝是荣耀，对不对？甚至荣耀到一个程度，人不能面对面，现在不能眼看着看见上帝，不允许，不可能，对不对？摩西很想看上帝，上帝后来允许他说，你只能看我的背，不能对我的面。但是耶稣基督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在没有来到世界之前根本是与上帝原为一，他自己就是上帝，他最能够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上帝的命令，什么是上帝的一切的品格。那么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如果读旧约圣经呢，上帝荣耀往往是怎么样，要用云彩来怎么样来反映的，来反映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云彩，我们直接看太阳，我们眼睛会坏掉，甚至会瞎掉的。所以带领以色列的时候怎么样，白天有云彩，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带领他们。晚上因为已经暗了，有光不要紧。所以今天圣经讲一句，今天很多人到晚上黑夜了还在看手机，就是很容易眼睛生黄斑病，而且黄斑病到以后会眼睛生癌症啊，这个我也是初次得到的一个消息。同样的，上帝在夜间就用火柱，但白天呢就云柱，非但是帮他们遮阴，而且使得他们怎么样，上帝荣耀有一个缓冲嘛，有一个间隔。那么这个很重要，旧约常常是用这个的。甚至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后怎么样，有一次他登山变相，圣经讲啊，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啊，
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呢洁白如光，如光。不过怎么样？有一个遮蔽，有一个，这个很重要。这课的学科呢比较深的，对不对？着重就是其实要明白的是三业真正，这是一个奥秘。那么《生命经》第九章说，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唯有明显的事、启示的事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我们今天不明白，可能明天明白，这一代不明白，可能下一代明白。但是隐蔽的事、奥秘的事，这在英文 mystery， 一个奥秘的事情属于上帝的。奥秘的事包括什么？三一真神的，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一个有限人怎么能够完全了解一个无限的上帝？对不对？创造是一个奥秘，什么能够理解今天大千世界这个几百几千几亿光年的这个宇宙？哎呀，我们这是奥秘。上帝说有就有，命里就里，上帝铺展诸天啊，诸天诉说上帝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这是奥秘。我们人今天可以坐飞机，今天可以甚至坐飞船，哎呀，但是只是在这个宇宙的小小的一个范围里面而已啊。今天哪怕已经像火星、金星发出了卫星，要走多少年才到达呢？而金星啊，什么火星只是太阳系当中一个行星，而太阳系只是银河系当中一个，银河系只是，哎呀，不讲了，好吗？这是奥秘，奥秘。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这是一个 mystery。包括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可以学，我们可以谦卑，也应当要努力的学，但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明白，或者完完全全的解释，这奥秘。复活也是奥秘，基督复临也是奥秘。这个必须要用信心去接受。奥秘是隐秘的，是属于上帝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讲点自己个人感受，当我散步的时候看见，哎，单单我这个小小的地方，高楼大厦这么多啊！如果你到纽约，到的世界大城，那摩天楼啊，这个太多太多。基督复临的时候，全部没有了。这是奥秘。哎，我也在思考这问题。后来我得到一些光照。耶稣基督最后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门徒指着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说：“你看这个圣殿多辉煌，多荣耀啊！汉白玉石的这个柱子啊，等等等等。”耶稣说：“将来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今天你到以色列去，毁了，只剩一个哭墙，整个毁了。所以，但这是个奥秘，对不对？我们有的是想，一座楼完全倒下都成为新闻啊！不要说一个城市，整个世界的这种所有建筑、高楼大厦，一切有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是奥秘。我们要信心去接受，好吧？那么。圣经讲耶稣基督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来到世界上，生在马槽，长大在拿撒勒，过的是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最后是作为一个死囚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说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奥秘。圣经这样记载，你我就这样相信，就接受。有的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或者完全的解释，只能用信心去接受。啊，明显的事情，哦，圣经有很多启示的事情，坚固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既然这些事情
是完全的实现的应验的，那些没有实现的还在将来的，甚至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很难理解的事情也必实现，好吧？那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学科这几句话啊比较深的，他说这个比喻的要点就上帝本体的真相，意思怎么呢？圣子跟圣父在本质上存在的完美的对应，甚至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一是不能分，对不对？哎，但请注意，世界上的人你跟我都怎么样，有上帝的形象，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要造男造女，不错，但是我们没有他的本质，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像有的宗教，哎呀我修炼了修炼修炼就会成佛就会成神，没有，人永远是人，神是神，是上帝神创造了我们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颠倒了就非常危险，有些人就把自己看作像神一样，哇，错，大错大错大错，对不对？或者有的时候把神看作像人一样，又错又错，啊，结果就造神。所以要注意这点，圣父跟圣子的本质上存在着完全的对应，就是合一为一。但请注意，世界上的人，包括你我，拥有上帝的形象，但没有他的本质，意思就是说没有他的神性，我们只有人性，没有神性，对不对？但是我们接着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分享上帝给我们的这些荣耀，分享，我们不是荣耀的本质，哇，这点很注意。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很重要一点，那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我开始读这个主觉得不容易理解抢夺两个字，对不对？我喜欢有个译本叫吕正中译本，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把持不舍的。耶稣基督是神，三一真神，他有神性，他跟圣经所讲的父上帝是原为一，但不因为与他同等就把持不舍，不，他为了救赎我们，他放弃了这一个时间，谦卑谦卑谦卑，他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这死是十字架上最羞辱最痛苦的事，但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对？那么好，在三十面就说他是上帝怎么样呢，曾经接着他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上帝已经立他做怎么样，不是一个世界，你读圣经的，上帝接着他创造，不是制造，对不对？你我今天用点面粉可以制造啊，做面做馒头啊，做面包，这是制造，不是创造，因为麦子不是我们而来的，你甚至不是农夫种出来的，是上帝最初创造。但上帝接着他，接着耶稣基督创造。无中生有，说有就有，命令诸世界，还不单单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你我如果知道一点点这个天文学，这个简直地球是渺小的极点，在这个宇宙的，但是又是上帝大爱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场所，为了我们这个失落的地球，为了我们这个迷羊，耶稣基督已经来寻找我们，为我们牺牲。这个很有意思，对吧？那么不过
为什么这样讲呢？希伯来书很重要，给我们很多信息，也给我们了解很多听见的，有的是讲错的，有的是歪曲的，有的是甚至异端。因为有些人认为怎么样，耶稣也是被造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接受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是用人能够懂的这个含义来讲是怎么样三一真神，但现在有什么二神论，也有一神论，有的不相信耶稣是神上帝，包括这个开始第一第二世纪的知识派主义，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因为他们认为物质是罪是恶，所以耶稣如果带着身体，带着物质的身体，带着肉体来，那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不是神。今天有些人呢，有一神论的，有二神论的，啊，一神论的连圣灵也不认，圣灵只是一个动的呢，只是一个感化力呢，不相信圣灵是神，有位格的，有的不相信基督神，但我们相信三一真神，尽管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只能够接受圣经所讲的，而且圣经用人的能够明白、能够体会、能够感动的语言，上帝爱世人，天父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再强调，我们读圣经一定不要以私害义，一定不要以人的想法说法、能看惯的东西去套在上帝身上。我们不要怎么样呢 ？Boxing， 在英文叫把上帝局限，任何以我们自己人的想法去，不是圣经的启示，就是局限了上帝。任何，对吧？上帝是无限，我们是有限。有限的人怎么能够解释无限的上帝？无限就无穷大，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任何跟无穷大比都是零。你不认识普通的教友，不认识牧师，不认识神学家，不认识神学教授，我们对上帝认识都是非常有限。千万不要以我们的话啊，哎，我讲的就是这样，局限了上帝 ，boxing 了，把上帝放在我的一个范围方框里面。我们就接受圣经，接受耶稣基督启示，但就是接受圣经、就耶稣启示的时候，也要肯定，不要以私害义，不要怎么样，不要以上帝为联系我们，用人的语言、人懂的感情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就把这个当作套在上帝身上，而上帝会后悔。上帝是没有犯错，怎么会后悔呢？这是为了我们人能够懂的一个意思，等等等等。我想这点非常重要。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诸世界。那么因为有些人就说啊，甚至用哥罗西说啊，他是这个耶稣是一个受造的啊，错了，圣经没有讲。那么但圣经既讲上帝是耶稣基督是创造主啊，他非得创造世界，万有都是他创造，而且他创造诸世界，而且他托住了诸世界，供应了诸世界。今天如果把空气，不要说空气全部收回，空气的成分改变下，你我都死了，世界没有生物啊。如果上帝不供应我们，今天哪来吃的？你说那农夫种的了啊，那我进口的了，那没有太阳，没有雨露，没有种子，哪来的？所以耶稣基督非常创造世界，诸世界，而且用他的全能的棒柄托住了万有，供应了万有，这点我们也得注意，对不对？那么有人就圣经不讲他是守生的嘛，这怎么讲呢？
那么学科的作者告诉了我们，对不对？告诉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学科这个字呢，这个字在希腊文呢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认养的意思，对不对？那么我想这些大家学科仔细去看一看吧，好吧，我不多讲，我愿意提的就是说比较容易懂。基督教基督徒认为男女是平等，但分工有不同，分工有不同。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用人的语言所讲的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工同荣同尊同德相同的原为一，但分工有不同。在创造的时候，在救助的时候，分工都有不同。甚至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把这个使命怎么样着重的交托给圣灵来工作，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圣殿，对不对？所以耶稣与天父是同等的，但他不以自己同等为把持不舍，他放弃，他舍了为我们，他得了也是为我们，对吧？他舍才能够得。那么我想大家注意这点，其实圣经也已经启示我们这点，因为我们圣诞节才过去了，对不对？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我们一定会读提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被担在他的肩头上，啊，就像大卫做王一样。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刚刚说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他既是子又是永在的父，他既是婴孩又是什么呀？全能的神，他既是一般的人又是和平的君。所以这点我想啊，所以这个希腊文啊等等啊，这些大家就自己看看好吧。另外三十一面就说这个讲到我今日生了你啊，希伯来书是这样，第五节我今日生了你。那么我们想，首先我们不要用这个人的想，哎呀我怎么来的呀，父母生我的了啊，没有父母怎么会有我啊，父母怎么来，父母就父母的父母啊，爸爸妈妈生的了。我们不要用人的概念去实在的套在上帝的身上，相反要用上帝为了让我明白，用人的语言使我们更加明白去领会上帝的信息，包括他的慈爱跟公义。那么怎么理解我今日生了你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有的说，哎，既然有圣父有圣子，那么一定有圣母了，啊，没有这个事情，对不对？哎，那么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按照原文，按照希腊文有点怎么样，就是说被认养，认养啊，这个大家自己看看这篇吧，啊，我觉得比较深的，也比较深的这里。那么他就讲，因为大卫是做君王，对不对？而且呢，神权的做法，意思叫这个用中国话讲的最容易了。中国现在是啊，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这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啊，这个王朝，但以前皇帝叫什么？天子，是不是？天子，天子子，啊，意思什么？君权神授，怎么做王的？是上帝授予的。所以在这个含义上，耶稣基督实际上不是指着什么我们
人的肉体的物质这种出生，而是说他的统治，是上帝怎么样给他统治权那个开始，就是给他做王啊，做王就是君权神授，就像天之子一样，是这样的含义，好吧？大家能够有机会能看看，哎，我觉得今天如果用中国话讲，皇帝是天子，比较容易理解。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一再的公认他自己是非但与父原为一，有的时候他也说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遵行。而耶稣基督在受尽的时候怎么样，天上有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公开的。而撒旦试探他的，也就想动摇他，这你如果是上帝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但是耶稣坚持了，他就是上天所宣告，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而且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怎么理解呢？这个必须要对这个三业真神这个教义啊，三位一体的教义能够熟悉的理解一些，好吧？好了，最后32面，我想这段是非常的好啊。还是我们讲，耶稣基督作为上帝儿子来到世界上，同时呢，履行了多项功能。首先，作为上帝圣子，耶稣向我们启示天父。透过他的行为和话语，耶稣向我们彰显天父的样式跟品格，以及为何我们应该相信和顺服他。耶稣也是那位上帝所应许将要打败仇敌并统治世界的大卫、亚伯拉罕和亚当的后裔，因此耶稣取代了亚当成为人类的头，实现上帝在起初创造世人的目的。耶稣来成为上帝一直希望这个世界拥有的公义的统治者。下面这段就是怀斯牧所讲的，那在约旦河对耶稣所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也是向全人类讲的。上帝是以耶稣为我们的代表而向他说了这个话。我们虽然有许多的罪恶和缺点、弱点，上帝并没有将我们当作废物那样丢弃，他使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悦纳。那降在基督身上的荣光，是上帝爱我们的保证，是我们知道祈祷的力量，以及人的声音是可以怎么样达到上帝的耳中，我们的恳求是怎么样能够蒙天庭应允。天跟地因为罪分割了，对不对？断了交往，但耶稣是指重新与辉煌的天庭连接起来。他的爱既是环绕着人，他的爱既是环绕着人类，又达到了高天。当我们求帮助抵挡试探的时候，那从敞开的天门照在救主身上的光辉也必照在我们身上，那曾对耶稣说话的声音也必向每一个相信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记住这话，耶稣做我们的代表，上帝对耶稣所说的也是接着我们信心相信，也是对你对我所说的。所以耶稣就讲，你不要说单单我爱你，天父也是这样的爱你们。因为其实耶稣跟天父是原为一，当然这个三一我再说这一刻是比较深了一点。不管怎么样，求主能够光照我们啊，能够明白他。而且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非但是人来到世界为了救赎我们，而且他还是神，还是上帝，
那这样对我们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我就结束在这里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因为要维护良心的自由，要高举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而不是所谓当时罗马教的这个传统 tradition， 什么教会的会议通过的教皇所讲的。结果怎么样呢？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和逼迫，甚至于罗马教廷要把他招到议会去，很多人说你不能去，不要去，很危险，去了会把你处死，像以前处死很多人一样。但马丁路德就讲，十字架就从这里一直插到梵蒂冈，插到罗马，我要去。魔鬼就像屋顶上瓦片这么多，我也要去。但是马丁路德有一度也有软弱，因为先知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人，马丁路德也是人，他有一度也灰心丧胆，在极大的压力下，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以利亚那样，有灰心。他的妻子，我们知道他本来是一个修士，一个神父，本来按照天主教是不结婚的，但是他经过圣经解除了这些束缚。他妻子是一位非常虔诚又是智慧的人，有一天他的妻子穿着一个丧礼的服装，当然我们知道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中国人有的时候穿白的、有的、外国人有的穿黑的， 不管怎么样、他穿了一套丧礼的服装。马丁路德一抬头看，什么人死了？他记住上帝死。哦，对对对，你讲真话，你怎么能讲真话？他的妻子说，如果上帝没有死，你为什么要灰心？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带着人性，既受过试探，也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肉身也曾经大声的流泪哀哭，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也疲劳过，他也饥饿过，他一直船头睡着过。他也讲过，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但那我们也永远记得，耶稣基督是神，是上帝。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会有力量，就不会在一切的压力，不会在一些疫情的时间，不会在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不会在人拦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灰心丧胆，因为上帝是上帝，人只是人，对不对？人不能打过上帝，但上帝为了让我们人能够认识他，了解他，接近他，让耶稣一度也成为人，而且按照我们教会按照预言之灵讲，他永远保持着人性。谢谢主，赞美主。那这个比较深了，大家有机会再好好的学习一下，好吧？求主恩待光照我们，阿们。